让你的眼哒哒哒哒。Hello。好。哈哈哈哈哈哈。少了点什么？哎，好像跟平时我们这个点，我们都在吃史蒂的煮的那个什么蛋包饭。史蒂最近变懒了，都不肯跟我们做东西吃了，我们都自生自灭。我可以的。哦，可以跟在你没吃的吗？小影子陪对方朋友，别偷我的零食，多一点吧。其实我们是有私藏的，哇，这么多，给你分享一下，它味道一样的。对啊，这是你的糖吗？啊，谢谢大姐。彩虹糖吗？你吃了吗？我要去喝六个。哎，对了，鲨鱼。我要喝你刷的。你要哪一片？我都要一点。我们全都躲起来呀。这个也可以。这个躲起来。看看这个东西。这边不是几大对好哎你包二二去你就这么点零食了你还好意思不行了不带了走我们去泡泡吧啊泡泡小五哥，哎，志毅，志毅，我们去偷零食，偷零食，上去快点呐！拖住，我偷塔，保护我方输出。偷零食，你想得美！夏林一，夏林一，偷零食的来了。正在前往支援。你玩儿的，快点偷零食的来了，快上去！敌人消失。快开门！我的是毛到一包。你可以下条，我们这有这么多，你会怎么偷？还好我刚刚把杨涛引开了，被我好进来了，给刚刚。等一下，集合埋伏。临时交出来什么都好说。临时交出来。临时呢？被吃完了。何洛洛，怎么回事啊？没拿，谢谢了。没拿。临时呢？何洛洛呢？一个都别想走啊！啊，贼王！我们一二三四五，贼下来干嘛？一个都别想走！我坚持一个。我们不走。何洛洛，一个打四个，下面一个打五个。我把你抱住就行了，你抱住。清理兵线。你们两个想干嘛？来，聊天吗？做个聊天吗？你一个都莫想走，跟你说，
他刷开始了，三姨们。哇，厉害厉害厉害！有，你先点啊，你先打呀，哎，你先打呀，俄罗斯救我，俄罗斯救我，给。这个是谁的酸奶啊？我的。只要是拿手的，别喝完。哇，加油吧！将大局逆转吧！那其他跑的时候就提起来。不知道呢。人生如此艰难。我你连小学生都打不过，怎么打得过吗？小吴哥，你看看，看看你们加油。还把我们临时偷了。是一个人能打吗？怎么可能？哎，你看干嘛？这个世界的梦魇。什么职业玩家？什么玩笑？什么？这种经典表情，又把我给，他又开始发挥了。罗罗，你说这个呢？你知道了吗？好烦，一直说吃的，好饿呀。下面有零食没有吗？下去找点零食吃。罗罗，你说这个呢？我这吸管破了，诺都没有出嘛，诺都没动了。你一个打，你给他们个小学生，你打个小学生打我。怎么？我们要吃，我们先打的下去，你不行，好累死了。小林哥哥加油！我累死了，别，好累啊。味道如何？那我们都到上面去吃吧。我们都去上面吃吧。我们去上面吃的。上去吗？他们干嘛呀？怎么上去啊？他们去干嘛？他们只会叫我们上去吃东西。怎么？下来了。我过去笑他们。起下干嘛呀，剩下干嘛呀，这有点什么事，稳住，我看我的能赢，这是我的，这也是我的，拿走一起不行啊，有点什么事，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有什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去不要啊，状态不好撤退，还有两包哎，怎么跑了，这是一群土匪给拿上去了，师长是绿巨人吗？你以为你是浩克吗？浩克是我。我看到你，我杀了两个，我没带东西。拿吧，可以把零食都放那里。你要上来的，通通交零食。没有。你要不要？没有。嘿，要不交零食？没交的不准来了。对了，我们放桌子。没有零食就搬桌子。对，有零食吗？我零食想要什么？
有零食就叫零食，没有零食搬桌子。那我有零食，那我一个人吧。这么大，我一个人。天哪，我。下雨。快点快点快点，来我看看快，好了，人都到齐了哈。等一下，我们是围绕。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你们俩想吃零食是吧？嗯。好了，今天我们要宣布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训练的一天，怎么了？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有点想回家。可以啊，要不子团，要不请两天假回去看一看。请假？公司可以请假吗？不好意思，是我没有反应过来啊。是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没事，等我们分享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重庆了。到时候我们一表演完，我们就从后台就悄悄溜掉。